话说天南地北，畅谈心中疑问，欢迎收听北极星说故事。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周一鬼话系列，北极星说故事，又到了说故事的时间哦。今天晚上准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虽然时间有一点久远，不过是亲身经历的，是我在念军校时候发生的真实案例，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我很快先来点名，来点名一下哦。来来来，现在线上大概100人左右。哎，林玉春，欢迎加入小小兵。琪儿晚安，小凯晚安，还有正档案03。哎，慧玲晚安，蒋贤德，王小云晚安，黄杰森骗人部，徐基峰晚安，陈恩，还有郑维阳，感谢斗内哈，谢谢斗内。将军晚安，您的声音实在动听，让我妇女沉醉在故事情节，谢谢哦，感谢您。还有 Z 哈，感谢 Z 的斗内，感谢感谢。朱孔胜、朱孔祥晚安。蒋介石驾驶上宾，庄杰祥、简安成、黄国华晚安。哦，您是哦，黄国华，您是这个1820T 大内18天。没关系，当兵反正有长有短，都不要紧啊，有当就好。张慧忠、李军、黄博洋、义儿、黄冠霖、馒头晚安。还有刘正辉、曾小炳、高小杰，还有 Mason 晚安，布老林、 Eva 晚安，康明峰、李义奇、王月加入小小兵已经8个月了。将军，您上星期四披露北城，被我们私密社团论道三例，写成一篇网络新闻，提升您的知名度，谢谢哈，感谢王月，谢谢您。还有曹宪章、宋承恩晚安，王月感谢斗内，谢谢啊，谢谢王月斗内，感谢。还有丁小妹的 Mayor Wellen 晚安，许建信晚安咯，芳芳晚安，还有陈小溪、 Vicky 晚安，这个 Tracy 好晚安，许丽珠 SYTDS 晚安，TTF 庄 Sir 晚安咯，还有巴赌汉克、两金祥晚安啊，赵世玉、张大昌、简阿胜、林小赵、庄雅琪、王月，还有黄怡佳、龙虎249、黄素玉，这个 Show Move 晚安，还有王显、王凯瑞，第二个是念乙哈，王乙哈，王乙瑞，谢谢哈，王乙瑞，还有男子汉，邵杰晨、陈瑞、曾宝玉、宋于文晚安，八寸晚安，吴明杰、志宏、张哲文、张志怀、伟杰、蒋贤德、江可荣、艾伟刘、右伟刘晚安，戴姓才好晚安咯，还有阿鲁巴下去 Jamie 晚安，黄日益、阿都奴晚安，鸡乃心晚安，八大同晚安，李丽娟、黄杰森、阿豪、林正宗、酸梅汤、尤景明、李永义、丁小妹、建邦，还有陈宝清、这个 Anakin、乔慧平、陈静文、叶小龙、朱建全，还有郑博宇、方如婉、谢凌文、张正德、王香林、王坤明、姥姥说 Line 晚安、王庆忠、李杰龙、Yes 711、陈明泰、廖俊豪、李颖、谢东琪，还有张宇飞、 Samo， 还有 PHC、 林文良、萧宗正、凯伦、海水鱼、 Tony， 还有董秀丽、李丽娟、深海飞行俱乐部晚安，春 Carol 晚安，工、这个工科、
吴文雄，还有廖俊豪、陈孝义，罗明春晚安，蔡志明1981晚安，刘宇晚安，海水鱼还有 Kevin Yolo， 这个 Sando Chen、哦、晚安，还有宗森，杨世峰、陈慧章晚安、哦、好久不见，86210晚安，方阿肥、海水鱼、Sandy 晚安，还有谢木柚屋子晚安，大阪合同，还有陈炳宏、哦、陈世峰，这个黄、哦、应该是黄先生晚安，还有 Sam Young 快乐猫，J 这个叫做 Joyce C 晚安， John 晚安，展贤、孟琪喜欢喝咖啡，傅雪琪，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晚上哇，现在人数已经超、欸、快要500人了。那么今天的故事有可怕，好，今天故事听了会有一点胆战心惊，不过真实遇到了，当时说句实话，撞到的时候不觉得可怕，但是事后觉得还有点可怕。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就要开始咯，我把音乐打开。那么在说故事的全程，为了要让故事提高故事的连贯性，那么说故事全程有抖内或者是有问问题的，我在讲完故事结束之前，要唱歌之前再一起来答复，这样子故事会更加精彩。那么今天的故事是什么呢？马上就要开始咯，今天的故事主题是被监控。什么样的状况被监控呢？故事开始，听我说来。其实在念军校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脑储存的年代，大概是在民国76年左右、啊、民国76年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储存的年代，所有的资讯都是用 Beta、啊、还可能还不是 VHS、啊、还是 Beta 那种小卷的录影带来录影，然后如果说必须要让全部的同学观看，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要上课，那么到了晚自习的时候，就会把白天要收视的影带透过录影带统一放送到各教室，然后让所有的同学都能在晚自习的时候能够收视影带。其实比较明显的就是礼拜四的举光日，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举光日原则上我们都是在上课、哦、部队礼拜四在看举光日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官校礼拜四还是有正常的课要上啊，按表操课，有各种学科要上，所以通常礼拜四的晚上，我们的政战干部都会把所有的举光日把它录成录影带，到了晚上晚自习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到教室去，然后播放。那么我记得我刚刚升上官校二年级的时候，就有我们学校就有一间专门就是录影教室，这录影不是拍电影，也不是拍什么举光日教学，不是，这个教室里面都是录影机、哦、有很多的录影机，而且只有这一间教室里面可以接到、哦、所俗称的第四台、哦、以前那个没有第四台的时候，只有这一间教室可以接到第四台，因为它要录制很多很多的节目片段，然后用来教学用，所以只有这一间教室有第四台。那么我们升了二年级以后，连上了干部就会选派一些比较思想忠贞，然后比较服从管教，自律慎言的这些学生来担任录影公差。什么叫录影公差呢？就是这间录影教室勤务单位勤务营会指派一个录影兵，那这个录影兵是阿兵哥、哦、就是来当兵的阿兵哥。那通常这个阿兵哥的年纪跟我们也相仿、哦、我们那时候大概是18岁左右，那阿兵哥大概也是20岁，大概长我们2岁。那么我们开始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刚刚接这个录影公差的时候，我们会跟管理这间录影教室的阿兵哥会跟他越来越熟悉，因为阿兵哥要休假、哦、所以阿兵哥要休假，那么因为勤务营的人手又不够，
那么通常他休假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钥匙交给我们录影公差，好，负责录影的公差来保管。那么当这个阿兵哥跟我们熟识了以后，因为他休假，我们要负责帮他出这个勤务。那么我还记得每个礼拜四到了上午大概这个八点钟上课以后，我就跟教授报告，报告老师，我要去出录影公差，因为今天勤务营的阿兵哥休假，那么我要去录这个举光日录影，可能要跟老师请一个小时的假，我去录影。那通常老师因为是对职官同意的，他也不会额外的刁难，说好你去录影吧。那么我们就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我就会跑到录影教室，那录影教室是有上锁的，我用锁打开，然后进去把门反锁，在里面就录制这个举光日的录影带，录到晚上以后，我要负责播放。那么时间一久，这个录影的兵就会把一份备份的钥匙交给我，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份钥匙。那么阿兵哥有在学校的时候，就他负责录影；阿兵哥不在的时候，就我负责录影。那么，久而久之，其实变得好朋友了啊，因为学生几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会休假。只有这个录影兵他有的时候要补休，因为他有的时候礼拜天留下来留守，然后到了礼拜四他可能举光日一结束或者是 就休假了。那么遇到了他休假的时候，我就要来顶替他的这个录影的任务。那么其实我最期盼这个录影兵最好的福利倒不是去帮忙录举光日，而是到了礼拜六啊，因为以前没有周休二日，所以到礼拜六的晚上录影兵就休假了，阿兵哥就休假了，那这间录影教室就变成我的小型电影院。那到了晚上啊，晚上这个就寝以后，我就会跟佛长报告，报佛长我要到这个录影教室去哈，录影间去把这个录影带做个整理，要把它编号啊，举光日每天是几号几日几日的完成编号上架啊，报备出一个小时的公差，就是在礼拜六晚上就寝以后我就去出公差。那通常辅导长会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因为教室离我们的寝室还有一段距离，那晚上到了教室去旧教室晚上可能两个人坐班比较好，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同学一起到这个录影间去做一个礼拜下来相关档案的整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只要去了教室以后就发现，哇，十点钟以后部队都睡觉了，我在这里经过报备来这里出公差，太棒了，这里又有第四台啊。那么当时我们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啊，就是当时的运动频道叫 ESPN， ESPN 它里面有篮球赛啊，在民国77年左右，那时候应该是当年的 Michael Jordan 刚刚开始在公牛队出名，拿了灌篮大赛的冠军，然后呢一直没有办法打破东区的总冠军决赛，永远都是被爵士队就挡住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白天先到录影间的教室把录影带录好啊，然后晚上等到礼拜六晚上就可以一下子去看好几场的球赛。哇，这是一个礼拜最舒压的时候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操课没有办法去录影，我们就会请这个录影兵。那这个录影兵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哈，我不要直呼他的名讳，我叫这个录影兵叫这个小刘好了哈，叫小刘。我就跟那个小刘说，哎，刘，这个小刘啊，今天我们要上课，我没有办法来录，你可以帮我预录今天的 NBA 比赛啊。那小刘没问题，他说没问题，学生，我帮你录了啊，晚上的时候再一起来看。我说你也看打篮球？当然了，我也看打篮球啊。好，我说那礼拜六晚上我们就来一次来看个三场球赛，哇，过瘾啊。那到了这个录好以后，礼拜六晚上我说那你不休？他说这个礼拜我留守，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来看球赛。我就跟这个小上兵小刘两个人到了礼拜六晚上，我就带了零食，带了汽水进去，坐在这个播音室里面来准备啊，享受这种录影的感觉，好，享受这种录影的感觉。那通常播音室呢蛮大的，好，它也有音响，好，但是座位大概就是两三个。那我们就坐在这边，然后看着电视，享受这种忙里偷闲的感觉。
看了几个礼拜以后，哇，准备要进入东区准决赛了。我就跟小刘说，小刘，这一次啊，我们希望公牛队能够打败活塞队，然后呢能晋级。所以今这个礼拜有两场哦，有两场准决赛的这个赛，你一定要帮我录起来，我们礼拜六来看。因为平时礼拜到礼拜五干部都在，查哨的军官也多，晚上的播音室去看篮球赛一定会被抓包，所以我说礼拜六一定要录起来，我们来看。那小刘说没问题，哦，我帮你录好，那我帮你录好。那这时候呢，他说不过这个礼拜六，哦，我没有留守，我休假，我帮你录好以后，我就把那个录影带，哦，上面贴的举光日重录版，哦，第一集第二集，因为他怕录 NBA 啊被长官看到，所以就录礼拜四举光日重录版，哦，那两卷就是你要看的 NBA 球赛。哦，我说太感谢了，哦，然后录了两场，一个礼拜嘛，哦，有两场的这个准决赛。那么也没有什么报纸，当时也没有这个平板电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牛队赢了还是活塞队赢了。到礼拜六，哦，我就看拿着我的钥匙就寝完以后，我就跟包方丈，我去整理这个录音间，哦，好，去吧，早点回来。那我就带着另外一个同学，哦，因为阿兵哥若休假，我就要带一个人一起去帮忙，哦，就带了我一个同学一起到播音间去。然后到了播音间，我打开，我说：“哎，今天晚上不用整理，都整理好了。”哦，我就拿出了那个举光日，哦，举光日重录版，我就拿出来。他说：“哈，你晚上到我来整理，就是来看举光日的吗？”我说：“不，不是看举光日的。哦”我说：“我不是来看举光日的，我们是来看 NBA 球赛。”哇，这时候我同学相当兴奋，他说：“啊，你怎么有？”我说：“我有请这个录影兵帮我录起来啊，这个礼拜的两场球赛我们都可以来看。”哇，这我同学非常高兴。把这个门锁起来，窗帘拉起来，哦，两个就到了这个录影间，就放了第一卷 NBA 开始看，然后开始看，哇，那当然精彩啦，因为当时这个 Michael Jordan 如果能够冲破东区的准决赛，就可以去抢冠军了。那我们就看到，哇，看到第二节最精彩的时候，门口有人敲门，哇，我说糟糕了，是不是有人来查哨了？先把这个录影带关掉。哦，把录影带关掉，把它放在录影机，然后退掉，然后我就去开门说：“请问哪一位？”啊，哦，哎，没有声音，哦，没有声音。我说，我想说，是不是学长要来抓包了？哈，哦，因为其实官校最容易抓学弟鬼混的就是学长。啊，哦，我就在我说：“请问哪一位学生正在整理这个录影教室、录影的这个录影室？”啊，哦，外面就回了一句话说：“我啦。”哎，我一听，哎，小刘的声音。哦，上兵小刘的声音，那我当然不疑有他，我就把门打开。小刘看到我，哦，就说：“哎，欸，你有没有看到录影带？”我说：“有啊有啊，你不是休假吗？”他说：“哎呀，被我们连长留下来这个凑留守人数，所以我没休假，我就这个一起过来了。”我就回来跟我们同学讲：“哎，欸，同学，这个一起来看，一起来看。”我们同学说：“哎呀，快点，没事就好，没事，我们就门就关起来，然后就继续放这个 NBA 的球赛。哦”看到第三节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录影间越来越冷，哦，录影间越来越冷，可是明明没有开冷气啊，以前在录影间其实它是没有冷气的，我们是有抽风机，那想想看九月份到十月份的天气在凤山还蛮热的，哦，怎么这么冷，哦，我就跟我同学说，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冷啊？我同学看到我说，这么紧张的球赛你怎么会冷，进来这么紧张我全都冒汗了，哦，我说你没有觉得冷吗？他说没有，我没有觉得冷，他就继续看。那看到第四节最紧张的时候，那整个录影带嘶没了，哇，没了，哇，这多么懊悔啊！最紧张第四节决胜的时候居然没了，录影带没了，我就回头问小刘，我说：“哎，小刘，录影带怎么录到这里就没了呢？”哎，小刘不见了，我回头看小刘不见了，我说：“哎，他跑去哪里了？”我就问我同学，我说：“哎，同学，你刚看小刘出去吗？他是上厕所还是去哪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我们来看看我什么不见了，我说刚才勤务连那个阿兵哥那个小刘啊，他刚敲门进来，哦，跟我们一起看，那突然间录影带录到第四节没了，我说我这样问他说怎么没有录完，怎么录一半录到第四节不急死人了，多紧张啊，决胜的时候突然间没了，哦，那我同学我那说啊没有啊，录影带突然录完了但没了，他录到后面停了但没了，我说哎呀对，还有第二集，有两卷录影带，我想那还有举光日重录二，哦，
我的举光是从鹿耳，我就说那我们把举光日第二集再找了半天找不到举光日从鹿耳，也就是说这第四节的最紧张的这一节球赛没录到、哦、没有录到，我就到处找，因为有好几台的录影机、哦、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台录影机，我就一台一台录影机看看有没有录影带还放在里面，有没有录影带还放在里面没有退出来、哦、找了半天没有没有、哦、每个录影机里面的录影带都退出来了，没有录影带是没有的，我就发现在进入大门有一台录影机，那台录影机一直是在录影、哦、一直在录影，我说会不会是这一台、哦、会不会是这一台、哦、我正要打算要去开的时候，我们同学说哎呀他同学那个不是啊，那个是监视录影带，我说什么叫监视录影带，他说这个、哦、这个录影间里面因为有很多台录影机，为了怕录影机失窃，所以呢会有一架监视器，那个叫做闭路的一个电眼、哦、以前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发达，是闭路的电眼，然后就放一个贝塔的录影带在里面，他录完了就洗到最前面，再从第一次开始录，就等于说两三个小时他就不断的重复这样录，好，这是监视的一个录影带，我说你确定，他说我确定，那 我不信邪，我就把它退出来，我退出来一看，我说你骗我，上面明明就是写举光日重录二，我说就是这一卷啦，我说这样会不会被洗掉啊、哦、会不会被洗掉，他说这是监视录影带，他说你还是把它放回去，因为这是监视用的，那我为了怕这个录影带被洗掉，我就另外找了一只空白袋把它塞进去，我说好，那用这只录可以吧，我们这个录影带留到，我就把它倒到前面，希望这个 NBA 公牛队对活塞队的第四节没有被洗掉、哦、那正打算已经、啊、倒带倒到最前面、哦、以前 有一种机器叫倒带机，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哦、我们那年代还有倒带机，就是把影片倒到最前面、哦、然后到最前面我就把这个倒带机跳起来了，正准备要看的时候真的敲门了，叩叩叩，我们佛朗过来，你们两个还不回来啊，都已经快一点了、哦、出公差有出这么久的吗，我赶快把门打，我暴放，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刚打扫一下，因为一个礼拜、哦、有灰尘还有一些影带要整理，我冒着赶快回来，这个晚上就寝来查铺了，校部来查铺了，赶快回来，我们俩就把门锁起来，电源都关掉，就跟着佛朗回去了、哦、那走从这个教室走回去的路上、哦、我就发现我们的佛老长每走个十几步就回头看一看，每走个十几步就回头看一看，这我觉得奇怪、哦、佛老长在看什么，我往前走，走过这个走廊，每往前走几步佛老长就回头、哦、然后佛老说你们两个不要回头，跟着我赶快走、哦、我们就跟着佛老后面一边走，报佛老什么事啊，刚是校部来查铺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什么事，你们俩赶快跟着我回去、哦、头都不要回，赶快跟我回去，我们就跟佛老长回到连队上，然后连队上佛老长就说好了没事，赶快去就寝、哦，报访刚什么事，不要问不要问，没事、哦、不要多问，没有事、哦、那我们也不敢多问，学生嘛 难敢问什么，佛老说不问就不问，后来到了第二天礼拜天早上，那我们要休假了，我们家住在台北的、哦、家住在台北的礼拜天原则上也不会休假，等到休假人数点名服装仪容检查完毕之后，我就回寝室又换回体育服，这佛长看到我说哎，你怎么不休假，我报佛长我家住台北，一天的假我又不能回家，然后到凤山街上除了去逛逛凤山书局我也没地方去，还不如留在学校里面运动运动、嗯、然后这个打打球看看电视也不错，佛长说好吧，那就在学校休假嘛，也很好、省钱、哦、然后就自由活动，部队一解散该回家了回家了，我们没有出去就自由活动，那我就看白天，我就非常非常好奇，我说我要赶快回到那个录影教室、哦、录影教室，我要把 NBA 的第四节看完了，到底公牛队赢了还是活塞队赢了、哦、我就赶快跑到录影教室去、哦、那反正休假礼拜天休假原则上也不会有人管我，我要去就去、哦、我就赶快跑到教室录影教室把门打开门锁起来、哦、然后把这个抽风机打开，赶快把昨天准备好那个录影带倒好带那个录影带拿出来、哦、把它塞到这个录影机里面，哇，开始享受最关键的第四节，我说希望没有洗掉，我在祈祷希望没洗掉，希望没洗掉、哦、果然一开始、啊、第四节开始没有洗掉，它还在，没有被洗掉，哇，我就开始观赏、哦、这个 Michael Jordan 跳投灌篮，完了真是
年轻的 Michael Jordan 简直就跟篮球的神一样啊，非常非常的神勇。那我心想这一场、公牛队非把活塞队打败不可啊，一定会打败他。然后看着看着，我又发现白天九月底十月初的凤山白天，即使开抽风机，应该还是很热，又有一阵非常寒冷的感觉来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冷，全身发冷。但是球赛很紧张啊，我就继续看着球赛。突然间，球赛又嘶，最紧张的最后的五分钟没了，没了。我想是不是录影带坏了，就敲一敲，把录影机敲一敲，敲一敲，哦，又有影像出来了。可是出来的影像告诉大家，不是 NBA， 不是 NBA， 是这一间录影间的录影的影像，就是昨天晚上的录影影像。我就看一看，我说：“哎呀，录影影像。”然后发现这个录音间里面只有我跟我们同学两个人坐在那边看球赛啊。他这个录影机录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呢，确实有录到我们两个在看球赛的影像。那我心想，这个录影带如果流露出去，被学长看到啊，被这个实习干部看到，我就完蛋啊！如果被实习干部看到，我就完蛋。晚上过来打着出公差的名义到这个录影间，然后没有出公差，再摸鱼，再鬼混。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卷录影带要把它毁尸灭迹，或把它盖掉。要把这个录影带盖掉，否则变成我晚上脱离掌握、来这边偷看球赛的证据。我正打算要去按录影要把它盖掉的同时，很惊悚的一幕发生了、是哪一幕呢？就是录影这个监视录影带录着我们，突然间我起身去开门，门一打开，进来了一个阿兵哥小刘。确实有进来啊，小刘走进来了，好像我还跟他讲了一讲话，然后把门锁起来，就坐下来看，继续看球赛。而小刘呢，就坐在我跟我们同学的中间啊。这时候我们同学坐一坐，就向左右边靠了一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发冷，我就问我们同学说：“哎，你有没有觉得很冷啊？”问我们同学，但是那个录影带是没有声音的，它是没有录音功能。但是有录影的影像，看我就转头向我们同学问：“哎、欸，你有没有觉得很冷啊、哦？”我就说：“同学，你有没有觉得很冷？”我们同学说：“热得要死啊、哦！”就是有那个讲话的动作，但是没有声音。这时候，我们两个中间的那一位小刘啊、哦，我们两个中间坐的那位阿兵哥小刘，在录影带中突然凭空消失不见了。小刘突然不见，就这个人就消失不见了啊、哦！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惊慌，站起来说：“哎，怎么没有 NBA 球赛？怎么没录完啊？怎么没有录完？”哇！这时候我看到这一幕，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鸡皮疙瘩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我昨天在塞进去的那一卷录影带有没有录到后续的东西？我就把那个放在录影机里面监视影带退出来。退出来之后，我就把它倒带。我很希望看不到，但是我又很好奇要看，因为毕竟光天化日之下，胆子也大。我就把这个录影带拿出来之后，放进了录影机，从再看。也就是说，从我把这个录影带放进去之后，一直连续的录影都还继续在录。那就看到了我们两个起身准备要离开大门然后把门锁起来，灯关掉，然后。我们离开之后，又有一个人进来做什么？继续录影没有开门，门没有开，这个人是凭空从墙壁出来的，然后继续录影，把录影带放进去继续录影。而那卷录影带就是我们看的公牛队的录影带公牛队跟活塞队比赛录影带。然后录影机录到结束之后，它还自动结束停止，然后这个人又回到墙壁消失。哇，这时候我突然间想，这是谁这是谁来帮我录的影表示这位上兵小刘应该是休假不在应该是休假不在。但是我也不敢问啊，我也不可能跑到勤务营去问说小刘是不是休假，小刘是不是不在。那当然我就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了，赶快把这个电源都关掉，然后东西摆好，离开这个录影教室。
到了晚上的时候收假、哦、到了晚上收假的时候，我特地问一下副保长，我说报保长，那个跟我一起出公差那个陆影兵小刘，哎，他有没有收假？啊、哦，保长说，哎，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报保长，因为那个我有事情，钥匙要还他，那个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要还给他，故意找个理由推脱。我保长跟我讲说，那个小刘啊，他不会回来了。我说为什么不会回来了？他退伍了吗？他虽然是上兵，可距离退伍的时间应该还早，他为什么不会回来了？啊，这方就说，来，等到点完名我再告诉你。等到晚点名结束以后，佛长就把我叫到佛长室啊，他说，北辰，我跟你讲，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啊，礼拜六晚上的时候我为什么到录影教室去叫你们？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因为学校发布、哦、这个重大违纪的通报，就是勤务连有一个士兵休假的时候骑机车、哦、骑机车在通往要回到屏东的路上，在屏东的大桥上、哦、撞到桥墩往生了、哦、那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是所有士官兵禁止骑乘机车的年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重大军纪事件，通知全校每个单位，要各单位把所有的学生集合好，隔天早上一定要宣导禁止骑乘机车的这个禁令。我说那小刘，他说对，小刘在礼拜六的那天晚上休假回去的时候骑机车就撞桥墩往生了。我说那副校长去叫我们的时候，他说我去叫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叫你们不要回头、哦、叫你们不要回头。我说为什么不要回头？他说因为我们离开录影教室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上兵小刘正在锁门、哦、正在锁那个录影教室的门，而且他说我发现他一边走，他的半边的脖子是90度转弯的，也就是说可能撞桥墩撞断了脖子，他就一直站在那个播音室的门口、哦、然后不断的看着我们。我就叫你们两个赶快跟着我走，不要回头。所以也许、哦、这个小刘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他还回来完成、哦、他说我怕你们过去会撞邪，所以赶快去把你们叫回来、哦、他说你们没看到什么吧？我报法长什么都没看到、哦、什么都没看到。他说那这个播音教室的钥匙、哦、原则上你还是交还给我、哦、我到时候还给勤务连的辅导长，勤务营的辅导长叫他们重新选一个这个录影兵，那我就赶快把教室这个钥匙还给他啦。然后又过了两个礼拜，勤务营就派了一个新的录影兵来交接，因为小刘往生了嘛，就派了一个新的录影兵来交接。这个录影兵来交接以后，就到我们教室来找我，他说：“哎，有没有一个学生叫于北辰？”我说：“我就是。”他说：“不好意思。”他说：“我有事情要跟他报告。”我放看看他，就说：“哦，他是以前的录影公差。”我说：“对对，我是之前的录影公差。可能有一些小刘因为不在了，所以很多事情不能交接给你，或许是。”勤务营的副老长请我去跟这个小刘的徒弟做交接，因为小刘不在了嘛。我就说好，我说没问题，我就跟他到了这个录影教室。去了以后，这个新兵二兵就跟我讲说，他说学生，他说我这几天接了这个工作以后，我一直有一个做一个梦，不停的做一个梦。我说你做什么梦？他说我梦到一个上兵低着头，然后。从带我到这个录影教室，然后把录影带架上面倒数第二排有一卷录影带，他叫我交，他说要交给一个学生，交给一个学生，那他也没有说是谁，没有说是哪个学生。那么后来我就问了连上的弟兄，连上的弟兄说以前小刘跟这个有一个 学子部的学生很熟，他是录影公差，所以常常两个人会一起工作，所以或许就是指这个学生。后来打听之下、啊、就是你，所以我来找你了、啊、因为我一直梦到这个梦，我总觉得是不是我的师父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你而没有办法转达。我就跟他到录影教室，就到了这个录影架的倒数第二排倒数第二个录影带拿下来、啊、拿下来，那是一个录影带上面写的举光日重播二、啊、我就把它拿下来倒到前面一放，就是我活塞队最后没看到的五分钟、啊、最后没有看到五分钟是在这卷录影带里面，是
他录的忘了给我，还是因为他录影的时候分了不同台的录影机同时录，而录到了这一段是第四节，让我到处一直找不到，所以他把这个录影带交给我。我一看，我就跟这个新兵讲，我说这是我跟他的一个约定。哦，他说什么约定？我说因为我很喜欢看 NBA 篮球赛，那么我请他帮我录公牛跟活塞的第三场关键比赛。那么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最后的五分钟没了，没录到，找不到。所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师父已经往生了，所以我们也就其实我们也被吓到了，也没有再看，心里也觉得难过嘛，一个好朋友就这样往生了，一直也没有再看。所以现在原来他有帮我们录啊，有帮我们录，那我就把它看完，最后五分钟就看完那卷录影带，我把它放进去，在播音室里面五分钟的球赛，其实我一边看啊，一边是感伤的流泪。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这一个阿兵哥啊，这个小刘当时答应我一句话，说会帮我录啊，然后他休假的时候不幸出车祸往生了，我一直找不到最后的这五分钟在哪里。而即使他往生，他还是回来试着要告诉我这卷录影带在哪里。那么最后啊，由他的徒弟告诉我最后的五分钟的球赛在这边。那么我也跟他讲，我说其实这还有一卷关键的录影带。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师父长什么样？这个新兵就讲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勇气跟我看一看？因为我们最后礼拜六晚上我们有录到你师父回来的身影。那么这个新兵说好啊，我不怕啊，反正有什么好怕，当兵什么都不用怕。我就把这个录影带拿出来，洗到头开始放。从我打开门开始，说也奇怪，没有人进来。我打开门开始，我是对着空气说话，没有人进来。然后门关起来，坐下来，中间也是空的，没有人。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看到录到小刘的影像回来，在录影带里面全部消失不见了，再也看不到了，哦，再也看不到了。然后这个新兵就讲说没有啊，你中间没看到人啊，没有人进来啊。我看看录影带，我就说或许是这个上兵小刘，你已经把他要 交代我的事交代给我了，所以他也就放心的走了。既然走了以后，那当然录影带里面的影像也不见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上兵小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录影兵，这里面的所有的各项的教学录影带他整理的有条不紊，那我就把小刘生前每一个录影带怎么整理的，如何放置，如何调整，如何预约录影，我都交给这个新兵。那从那天开始，我也不再做录影公差了，我就跟冯老说，鲍法长，我也不再做录影公差了。冯老说，我知道啊，你的这个拍档啊，这个意外往生，我相信你也不想做这个公差，就换了人去做了啊。那当然换了别人去做，做的跟我一样好，因为这个做录影带公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只要你愿意做，然后时间准时，那么都不会出任何的差错啊。那么这位上兵小刘，意外的在退伍前骑机车往生，那当然这个人的影像跟这个人信守承诺的态度，到现在还留在我心中啊。这是当年官校二年级的时候，在陆军官校的学子部亲身体验到的奇怪事情啊，就是我居然出现在被监视的录影带里面，出现在被监控的录影带里面，而这个被监控的录影带第一时间看到了小刘的鬼魂，但是回溯再看就不见了。那也许是他把未了的事情跟我交代了，所以他心愿也放下了，也就不再遗憾，这个放心的离开了人间。当然这不是一则禁止骑乘机车的宣导，这是一则真实的鬼故事啊。今天故事就到这儿哦，希望大家会喜欢哈。来，我来感谢一下刚才的抖内哈。来谢谢这个陈会长，感谢大家晚安。还有翔哥，谢谢翔哥的抖内。还有这个Russian Chu 哈，感谢斗内 Russian Chu 哈，感谢斗内，还有陈文妙哈，加入会员欢迎哦，欢迎加入会员。
还有这个板盐布丁，好，我看一下，还有椒盐布丁，好，椒盐布丁，感谢斗内，谢谢。还有苏怡文，感谢苏怡文斗内，感谢，谢谢苏怡文斗内。这是今天的鬼故事，哦，这个 有些可怕，但是到了最后结束以后还有洋葱，希望大家会喜欢。休息一下，唱歌咯，哦，喝口水，休息一下，别走开，听唱歌。好，回来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有点感伤，但是也蛮恐怖的，哦，这是我应该是在从军以后第一次，透过录影带看到真正的亡魂，也是感受到其实亡魂不可怕，不守信用才可怕，哦，这是一个信守信用的一个往生的亡魂士兵，哦，感到相当的，当然当时感到蛮恐怖的，可是事后想一想还蛮信守承诺，所以今天带来一首风中的羽翼来作为今天晚上故事的结尾，开始咯。黑夜过后太阳就要升起，暴风雨过后也就会天晴，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向前，彩虹就在我们的心底。人生路一样，有风也有雨，用泪水灌溉生命的勇气，用希望化作风中的羽翼，让梦带走心中的忧郁。你陪伴我穿越过高山和大海，我的心有你才会澎湃。我愿意放弃所有坚持和骄傲，相信你，因为想心海。人生路一定有风也有雨，用泪水灌溉生命的勇气，用希望化作风中的羽翼，让梦带走心中的忧郁。你陪伴我穿越过高山和大海，我的心有你才会澎湃。我愿意放弃所有坚持和骄傲，相信你，因为相信爱，相信你，因为相信爱。好，这是风中的羽翼，哦，刚好配合今天的这个背肩事，就是这位有情有义的上兵，是信守承诺的上兵，唱这首歌应该蛮适合的，哦，感谢大家，那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哦，那么每个礼拜一晚上都会给大家带来有点恐怖，但是呢又有带一点洋葱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对，有人讲我的故事并没有很可怕，哦，将军的鬼故事并没有很可怕，可是我的鬼故事都会带起一些启发，因为真正的鬼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当你遇到的时候，只要你的思考的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其实有的时候人比鬼还可怕，真正可怕的不是鬼，鬼生前也是人，他没有完成的心愿，他没有完成的承诺，他继续完成，有的时候想一想，善良的人变成鬼还是一个善良的鬼。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下个礼拜一晚上
我们还有好听的故事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收听，那么我们扫息之后不进行解散，扫息，大家晚安，下个礼拜一晚上再见咯，拜拜。